说是吧？张继科，你的责任心必须要提高，责任心不提高，你就是昙花一现。好的就不说了，大家都明白，是吧？但是你的弊病，你得永远在时刻的提醒自己，在敲打自己，是吧？在球队里边没有奥运冠军，是吧？没有大满贯，没有大和小，只有是吧？运动员都是运动员，是吧？要不然谁都一样，这个球队离开谁照样拿冠军。今天这个下午的比赛打完了啊，还有明天最后一上午啊，还有最后三轮，是吧？现在这个成绩排前几位的跟大家说，这个简单通报一下啊，现在是许昕、马龙、张继科三个人都是输三场啊，但是因为到最后还有这个几场了，在三个人的套分胜负关系上来说，现在排上去都是并列第一，但是从套分的这种比赛规则上来说，现在许昕因为是两胜，许昕应该是排第一，是吧？这个马龙应该是排第二，是吧？这个张继科应该是排第三，但是如果说胜负场一样的话啊，因为你们三个都已经打完了，第四现在是陈启，是吧？这个陈启输四场，啊，今天这种看了比赛，是吧？我觉得许昕是吧还是要表扬，是吧？除了他这两天的这种成绩之外，是吧？大家看这种精神面貌，是吧？有了这种完全的这种区别，是吧？特别是这个第三场跟这小胖打的时候。对吧？这个决胜局是吧？这个7-0领先打到7-0，是吧？这会儿这几个处理球还是可以，但是7-0领先打到7-0那会儿时候已经感觉到很难，是吧？你在场上打的时候有这感觉，我们下边看的时候也有这感觉。那会儿你赢一个球都难，但是你不能等憋到这种7-0的时候再去选用最危险的甚至最搏杀的这种战术来，是吧？最终选择是对的，但是呢，还是太晚了。真正到大赛7-0的小胖拉的球也不算高，是不是？你是拉着了，对不对？7-8你又被你转了一个高球，是吧？如果这两个球你没弄到，7-9落后你就完了，是吧？可能最少是8-0的，是吧？还是说有点保守，是吧？有点偏慢，前面时候发动得很好，到后边说一旦对方这种把位把得很紧的时候，感觉没什么漏洞的时候，是吧？到这种决胜局的时候，更多的时候是什么？采用一些大胆一点的，是吧？非常规性的、超常规的这种，啊，这种思维和这种战术，哪怕我一两个，甭管成功不成功，战略上我至少干扰到你，是不是？影响到你，骚扰到你，让你心不定，然后我可能再去打，是吧？往往这会儿说选择里边是两种，一种选择自己的特长，一种选择自己的特短。为什么特长你是最有把握，是吧？特短是迫不得已，特短也是最奇特的。啊，人家感觉你可能不一定会用反手去进攻的时候，恰恰我有时候要用反手去进攻，因为对方全面防住你正手，是吧？这个上我觉得这个比赛里边是吧，这个大家要慢慢这种去总结，是吧？而且这种精神状态是吧，到面对这些小孩是吧，这个里边能够端正自己的是吧心态位置，是吧？在今天的这种比赛里边，你看许昕逐渐他能够说紧凑起来了。他从一些细节上捡球也跑起来了，他自己也叫起来了，他自己也跟自己喊了，是不是？显得也这种年轻的，现在能看出是吧？你是90后的运动员，是吧？前两天打的时候，说根本有你没你都一样，是吧？在比赛一打，打到最后，你看无形当中就吸引了所有人的这种目光和注意力，是吧？为什么前面的时候也是你许昕，后边也是，是吧？前面是你许昕差的时候，后边是许昕好的时候，你怎么能把这个好的东西、好的状态和好的心态？是吧？能够长期的这种保持住，是吧？这就要不断的这种去总结，不断的去克服，是吧？不断的去自我加压、自我调试，是吧？别这种一会儿好不知道怎么好，差不知道怎么差，打完之后就忘了，是吧？打完之后一定要善于这种去总结，是吧？甭管输和赢，你打出这样的状态，打出这样的这种精神面貌，就算输了，是不是得能体现你的这种冲击力？是吧？你现在除了世界排名第一之外，你没有任何的头衔。对吗？是奥运冠军吗？不是，是吧？世锦赛、世界杯单打冠军你都没拿过，对不对？你甚至连决赛这种都没进过，是吧？团体赛是报名了，还没上过场，那可能半决赛以后都没上过场吧？上过吗？许昕，对不对？你等于是，是吧？世界排名是无冕之王，所以你更没有这种保守，没有说任何这种保守的资本，你连这个资本都没有。是吧？你等于还没上这个台面上跟人家去这种去竞争呢，所以你现在就得靠你自己不懈的这种努力，是吧？别人盯不住的时候你盯住，是吧？别人能做到的时候你能做到，是吧？别人做不到的时候，是吧？你也能做到。你只有在这偷偷的追赶，是吧？你才能够
是吧？赶上马龙、张继科，甚至超越他们，是吧？而且要长期不懈的努力，不是说靠这一次或这一段时间，是吧？教练一说一盯你这种，自己所有的里边都要去要求自己。所以明天的比赛，目前同样积分，是不是？你只要保证你自己三场不输，你确保第一，是吧？这就是明天三场对你来说，场场是决赛，就要跟自己这样，输一场就相当于世界锦赛被淘汰了一样。就像今天跟小胖这种打很难受，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打出是吧你内心的这种东西。如果说你能做到这样，你会对你的这种基础是吧内心的自信怎么增加？就靠一个一个的冠军，一场一场的胜利，一次一次的战胜对手，战胜自己，对不对？第一次从海选里边是吧你已经这种打了第一，是吧？第二次里边大运会又打第一，是吧？第三次在这种直通你世界排名第一必须放在这个位置上，对不对？还是要第一，是吧？要两胜直接出现，是吧？以这样的这种绝对优势，是吧？来体现是吧你的竞技能力和你的思想和你的精神，跟以前这种看的时候，天天阳光快乐，是吧？这种灿烂，啊，开开心心的，是吧？哪有这么阳光的奥运冠军啊？竞技体育，是吧？它是激烈残酷，是吧？它的这个激烈程度，是吧？它的唯一性排他性，是吧？是跟日常的老百姓不一样的。对吧？你看这些奥运冠军里边，是吧？他只有上领奖台一刻的时候是最灿烂的，剩下所有的日常里边，天天都是大部分时间是在跟困难，是吧？苦和累，这种煎熬、折磨这种过程里边，是吧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是在大赛当中战胜对手，最后获得冠军，那一瞬间站在领奖台上，是吧？享受大，是吧？享受大家的这种掌声、鲜花，是吧？这个国旗，是吧？升国旗、奏国歌，是吧？这才是真正的回报。你日常里边太快乐了，是吧？没有这方面的这种煎熬，到大赛的时候你承担不起来，因为你肩负的东西不一样。你现在里边你快乐是为自己快乐，你代表自己肯定快乐，你代表一个队，代表一个国家，让你只能不能输的时候，在过程当中有什么快乐可言？有吗？对不对？你问这些奥运冠军有吗？谁会有？每天都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诚惶诚恐，是吧？哪些人玩说吃饭走路这个都是要这种像想着事儿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确实付出的很多，必须只有这样的付出，你才有可能有这样的这种回报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从许昕，包括我们这些年轻的这种小孩，是吧？这个今后有希望的，你们有这方面的这种追求的时候，是吧？无论是延安还是小胖，是吧？你们有这方面这种追求的时候，必须要做到这些，他们做到的是最起码的，你还做不过人家，你怎么超过别人？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的力量，这是巨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精神的力量和动力，是吧？是日常训练里边出不来的，是吧？日常的一般性的比赛也出不来，是吧？难得像这样的里边，大家都全力以赴这种去拼的时候，是吧？通过大循环是最容易长球的，好吧？因为明天上午最后一节，是吧？也是最辛苦、最累的一节，也是最关键的一节，是吧？一个大家要休息好，全力以赴。是吧？发挥自己所有的，是吧？能动力、主观能动力，克服一切困难，是吧？打出自己理想的成绩。第二个要注意场上作风，因为我在这儿解说的时候我看不到，但是我能听到，是吧？边上有，是吧？这个可能砸球台啊、砸球板儿里边，我已经提醒过，到最后的时候，是吧？关系到这种名次的时候，你精力又感觉盯不住的时候，是吧？这会儿不要想太多消极，你盯不住，别人也盯不住，是吧？都是人，是吧？大家都要努力去做到。好吧，也希望这个比赛善始善终啊！大家这个在明天里边是吧，这个全力以赴做好最后的冲刺。还是啊，先跟大家通报一些成绩啊。到目前为止啊，张继科、马龙是并列第一，许昕第三，刘继康、王励勤、陈启是并列第四啊。因为这个他们算法不一样，有些少打一轮，但是我们是从输球的这方面这种算。啊，所以这个后边呢，大家自己看，因为现在还不能这种判定，因为后边还有六轮的这个比赛，所以对我们队员来说啊，咱至少知道自己现在的位置，是吧？一般你们打这么多，是吧？应该会了解，是吧？打到现在什么情况，是吧？今天打了一天，是吧？一整天的比赛，是吧？我觉得整体上，是吧？还是不错，是吧？上午的比赛时候看的时候啊，也比较感动，啊，因为这次比赛呢，我们所有的队员，是吧？我看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拼。是吧？每一场都是，是吧？不管输赢多少场，是吧？大家都没有放弃的，是吧？我觉得
目前为止是非常满意，也是最好的一次，而比分呢非常接近，所以希望大家在后边的这个六轮的比赛里边，三始三终是吧，能够打好。那还是要提醒啊，提醒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一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出现的一些问题。那第一是心态问题，啊，上午我跟这个延安是吧也说了，我们很多队员其实在第一天的时候大力的时候，我已经在提醒大家是吧，这个心态。啊，不要说一打比赛还没开始呢，我脑子里就想着说我要进入前四名，说我要打到哪儿怎么样？说因为比赛你想进入前四名，谁都想进入，你怎么进入？靠打。还有你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。那你比如像这个延安是吧，像这些这个小孩里面，是吧？你们可能有希望进前四吗？有希望。什么情况下打疯了，是吧？才有戏。你不是说你正常发挥你就能有戏，是吧？这个位置上要摆正。是吧？毕竟前面有那么多，是吧？世界排名一二三都在里边呢，是吧？还有老的这些奥运冠军，没有那么容易，还有很多这种新秀，是吧？中档的我们这些这个队员，世界冠军，是吧？竞争这么激烈，哪有说你能保的？是吧？对你们来说，打好了，拼疯了，是吧？有希望，那再说，是吧？那你想进入前四怎么定位？必须定低，定低你才能让自己正常发挥水平，甚至超水平发挥。是吧？如果说你定高了，你不能老是拿自己打一次比赛的成绩来衡量自己。对啊，包括这个周宇，你不能按照你全国单打冠军，你真以为是全国单打冠军吗？对不对？这成绩今年是，但是那会儿说是奥运会结束以后，啊，毕竟它里边和这个大家全力以赴在冬训开始是吧，这个竞争里边啊，这种含金量上还不完全一样，是吧？你拿自己最好的一次成绩来对比，啊，拿你联赛成绩来对比，那肯定会出现一些反差，特别是这个年轻运动员，为什么容易过高估计自己，比较自信嘛。是吧？所以在比赛的时候，是吧？什么叫摆正位置？比你真实的水平还要略低一点，这叫摆正位置。是吧？随着比赛的进程，是吧？自己的发挥逐渐才有更高的这种目标和要求。是吧？我看我们队员很多也出现一些情况，比如会去排位，啊，一到了这个里边，像这个昨天，是吧？这个小崔，是吧？也是啊，昨天这个并列排第一，是吧？今天这个就没了，是吧？连输四场，一场没赢，是吧？他自己也知道，他一看。那明天从大力开始，在一条线儿，啊，他这个都很难赢。确实，特别是这个是吧，王励勤啊，是吧？这个周宇，特别是后边这个是吧，马龙、张继科是吧？他四个人连在一起都是最强的，那你怎么打？那你要想办法有这种制定，我尽量少输，是吧？我能拼下来一场也行，是吧？该咬的咬，是吧？该拼的拼，但是不要丧失信心，输一场两场太正常了，先别打到最后打慌了为止。那大循环就是这个，一阶段一阶段的，是吧？你就连输，你现在四场可能还没到头呢，明天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是吧？也看这种对手，有的会强一点，弱一点。一般我们要是碰见特别年轻队员，是吧？碰见强一点的，不用说，都知道全力以赴拼嘛。就像今天方博把这个马龙也拼下来了，是吧？这个容易，最难的是吧？就是碰见你自我感觉是吧，比你稍微弱一点的，这会儿是往往最容易犯什么错误？保守。他觉得我这个他好像排名比我靠后一点，我这场应该赢的，如果都按这样的话那就不用打了。恰恰因为你一想保守的话，你本来有一点点微弱优势，你把这点微弱优势也没了，你一保守你肯定发挥受一点影响，对手再一放开再一拼，是吧？这一上一下就很容易让被这种打乱，是吧？所以我说提醒我们年轻队员不要去想太多结果，在比赛的过程是吧，你想能想进前四吗？想不进。打进前四有用吗？没用，你还得进入前九个名额，九个名额再去抢那五个名额，不容易，是吧？不代表着你就能进。那就算你这种进去了之后，打世锦赛，参加就是目的吗？参加我们就是要冲击冠军去，啊，不管任何一个队员，只要能在中国队能选上，是吧？我们不说他有绝对实力，但至少有冲击力。任何一个对手看见我们的时候，他都会，是吧？去这个算计半天去找我们的这种资料。那这是提醒我们的这些队员，因为毕竟是吧，这个大循环是还是靠实力的，是吧？最终人家实力强的人还是会赞助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看这个大家打还是打得非常好，是吧？我们的这几个主力啊，那你像这个啊，前面说大力啊，是吧？这个是吧？还有我们三十岁左右的，包括陈启啊，是不是啊？这几个人是吧，能够拼成这样不容易，是吧？现在兵队里边输四场。对不对？但是也知道，说您一般神奇到后劲这边弱点，是吧？前面这些是吧？程咬金上来还行，那后边说你能不能这种扛得住？对不对？像大力，我下来跟他也聊了，他逐渐找到大循环的节奏了。
为了前面老打联赛，是吧？这个奔波半天打一场球，是吧？最多两场结束了，是吧？大运完它是连续这种打，哎，打打打打，反而它进入节奏了之后，它会好一些，是吧？这都是比赛经验。我们，是吧？小队员也是，刚开始大家有点紧，但打打就打开了，打开之后到最后一两轮的时候，同时又开始紧了。为什么？输一场球，赢一场球，一上一下，可能差五六名之分，这会儿说这个心态又会发生一些变化。那这就提醒我们队员一些这个比赛经验。那我看这个张继科、马龙是吧，还是不错，也得到这种肯定，是吧？两个人身体上是吧，或多或少是吧，也有一些不舒服，是吧？继科有点感冒，马龙昨天有点发烧，是吧？但是都是是吧，可控范围内，是吧？比赛就是这样，规定的时间里面，我们只能克服，是吧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，是吧？能够咬牙，哪怕之前马龙输一场，是吧？方博。我看后边的时候还是拼命去叫，拼命给自己鼓励，给自己鼓劲儿，那这种精神让自己不垮，所以他输一场之后很快能够调整过来。那季科我看也是能够在场上整个精神面貌，就总结了第一天跟这个吴昊是吧，领先了之后稍微一走神一放松被人咬住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可能我看跟小崔是吧，九比四还是九比六九比五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拉丢着被人追回来，但是心还马上能够静下来再继续去打。啊，这个许昕今天也有进步啊，昨天这个也点名了，他也批评了啊。这个今天打之前也跟你聊了，是吧？打法风格上要有点突破，是不是？你要有点这种进步，你不能说说完之后过一段时间还是这样，对吧？今天为什么这样好一点？是吧？最主要说你自己的这种投入，是吧？自己鼓励自己。那这个连输的时候，自己给自己加油，自己给自己叫，自己把自己这种啊，只有你们完全投入的时候。是吧？你才能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。你人精神都是恍惚的，全是消极的，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是吧？如果说那个马龙觉得我发烧了，那个觉得我感冒，那个觉得我受伤了，你注意力全在这儿，你根本没法打球。当你投入的时候，你有感觉吗？对吧？我们很多这个是吧，主力队员都参加过大赛。你奥运会的时候，你还能感觉到你这个腰和手吗？季哥，打起来的时候，原来的时候根本就忘了，那叫真正忘我的这种境界。投入到这会儿的时候，大家就会好。是吧？再一个，这个提醒许昕，那在后边的时候我看了，那今天整体上节奏比以前快了点，但是如果在比赛的这种过程当中，是吧？还是要控制节奏，控制什么节奏？顺的时候尽量加快，因为在场上的时候谁都无法保证每一秒钟都是清醒的，有灵感的时候，呱会连续几个神球，这会儿的时候要放慢，人家有灵感的时候你放慢，是吧？让他这个劲儿尽量过去。那你自己反过来，当对方懵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这个尽量加快，是吧？哪怕你自己习惯性打球打慢节奏，是吧？我这个想好我再去打，可能你没有完全想好，你只想到70%-80%，但他只要想到50%-60%，你就够了。你别等你想到80%-90%了，人家也想到100%了。本来是懵的，你给他足够的喘息时间，让他能恢复。那你看有经验的这种对手在大赛里边都催着你。球都拿爽，滴答滴答，你越输越快，越输越快，就让你在这一会儿的时候，你可能在这一分钟里边连输五六个就没了。有的人打得慢，可能就两分，他最后还能追回来，你很轻易的就能弄回来。所以我说，这个打球的节奏快慢，你不能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。以前我也说过，马林不能取决于自己，主要取决于对手。对手怕快，你就快；对手怕慢，你就慢，是不是？对手快慢都不怕，你变节奏。让他始终跟着你，老让人家感觉是吧？你跟发球好的人，让他这个节奏一般都会比较快，是不是？写的拿起来这种就发，老让人感觉没站好似的，让他感觉没站好，没感觉准备好，在合理的这种比赛规则下，是吧？他就会被你带入他的这种节奏。有些人打完之后为什么心里难受？你像马林这样的队员，有时候打完之后他会让你心里难受，就是你怎么不舒服他怎么来。这点上我还是提醒，是吧？许昕也是我们这些队员。是吧？特别打到后边的时候，越乱的时候，满场都是人，你根本找不到谁是谁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就盯着你这个对手，是吧？大家都可能在走神的时候，你只要比他集中就行了。所以要提醒自己，是吧？这些这个下来，是吧？我们的比赛经验，大家这个还是要这种传承，在队里边去积累，别到大赛的时候，咣咣咣下来之后，是吧？两年以后了，世锦赛、奥运会四年以后了，也可能你一辈子，是吧？也就这个耽误了。啊，还有这个老吴，是吧？这两天跟我提，也是说这个樊振东那个，是不是也跟他说了，可能要加强正手，是吧？但是他小孩的时候理解上有点问题，是吧？他觉得，哎，你们老说我正手不好，
这我自己现在都怀疑了，我郑州都成那样了，我都不敢拉了。往往我们年轻队员容易碰见这样的情况，是吧？但是要正确理解，说你郑州不好看跟谁比，你跟马龙、季哥是吧？这些队员比，王励勤你肯定是不如他们，是吧？不足，是拿高度比，是吧？不是说这个往下比。还有一个说你不足呢，因为你的年龄是吧？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时间和你的位置，是吧？没有达到最高的这个标准，包括和你的正手和你反手比，正手还是略弱一些，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是吧？绝对不能怀疑自己的正手，是吧？今天好一点，就是不怀疑自己的正手，是吧？我可能这个比不过你，但是我跟延安比，我也不比你正手差就行了，是吧？我逐渐我知道哪儿差，教练提醒你是让你今后发展和今后练，并不是让你们怀疑自己，这点上我觉得是吧？后来老吴给说完之后。好一些，那我们的队员就边打边总结，因为毕竟是队内比赛，那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最主要是积累经验，是吧？有收获比成绩重要，是吧？我通过这个比赛里边，我悟出一些东西来了，哎，长了一些这个，长一些经验，长一些水平，是吧？长一些思考，是吧？多一些观察，哪怕昨天我说的情绪控制，是吧？情绪你能控制住。是吧？你能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是训练里边练不来的。你训练，你能让自己跟比赛一样这么急躁吗？是不行的。只有在这场比赛里边，你才是个练控制情绪，是吧？有意识的去练，是吧？最终我们是要在世界大赛上，是吧？有所收获的。好吧，除了这个下来之外，你们教练还会总结，是吧？这个明天上午我们做一个这个调整休息，啊，这个明天下午呢，因为。考虑到这个后天是吧，有 CCTV 的这个体坛风云人物颁奖，是吧？我们也希望季科能以是吧良好精神面貌出现，所以呢，我们比赛的时间稍微调一下，要不我们赶不上了，是吧？时间上这个太紧了，那我们就明天上午调整，明天下午打三轮，是吧？后天上午我们再加一轮，打完之后下午大给大家足够的休息时间，所以明天上午休息完之后，是吧？上午你们可以多睡一会儿，是吧？下午我们从3点开始。是吧？三点、4点、5点，啊，按照这个节奏，是吧？这个对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，啊，因为队内比赛嘛，肯定要根据是吧大的，啊这种活动来做一些调整。这个对我们队员来说，是吧？特别是老队员可能会难度是吧加大一些，但是也要做自己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这种调整。下来我们好好总结，还是为以后做准备。球球没有人，人没有。里边根本没有优势，没有，他摇头晃脑，不在状态，精神都是恍惚的，全是消极的，越输越快，越输越快，给自己俩大嘴巴打醒，没有章法，只想自己，不想对手。啊，这个先跟大家是吧，把这个三节的是吧比赛的成绩是吧，目前的这种排名是吧，跟大家这个先通报一下啊。并列第一，马龙、崔庆磊，目前啊，这个积分一样的话，就是这个都是并列，是吧？马龙、崔庆磊现在并列第一啊，河北十佳运动员，人家不太熟悉。并列第三，刘继康和张继科并列第三，然后王励勤第五，第六是方博、周宇、樊振东，第十好几个啊，第十里边就不念了，大家下来自己看一眼，是吧？确实四五个到四，就是大概你们就是知道是吧？自己现在这种排名的这种位置，啊，这个比赛啊打到现在为止啊，逐渐是吧也能看出一些问题，是吧？但当然它只是进行了是吧一小半。是吧？后边还有很长的这种过程要走，啊！但是看出来是我们这种可上可下的运动员，是吧？还是出现一些问题，是吧？可能位置摆高，是吧？在比赛当中碰到一些困难，是吧？这个都出现，是吧？你像这个大力，是吧？昨天刚开始3连负，是吧？这个连赢4场，啊！其实心态就是这个，是吧？你一上来可能自己还像以前一样，我要打进前四啊，或者不能超过多少多少，是吧？不能打到前六以下，你压力。是吧？压力大了之后，你出手自然，是吧？就会更加紧。那输2场之后就会不自信，大循环就容易起连锁反应。那打得好的时候，趁着兴劲呼呼能连赢好几场；那打不好的时候，趁着这个劲儿怎么都倒不过来。所以这口气是吧，一定要这种倒过来。
是吧？这个大力，你看现在里边是吧，已经排到这种第五，是吧？但后边的这种比赛，啊，还有很多。啊，今天这个看了啊，这个我觉得小崔还是要值得肯定和表扬啊。两个，一个成绩是吧，现在排第一，是吧？不管怎么说，是吧？就是从他的这种排名和成绩是吧，能够排第一打成这样，是吧？不错。再一个，啊，今天啊，大家也都看了，是吧？跟这个马特是吧，有一个球，那个球呢，说实话也是一个两可的球，是吧？也可以判你输，也可以判你赢。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提出表扬呢？就是当时那个球，如果说算你赢，你就已经赢了，是吧？输完之后，当时情绪也比较激动，是吧？但是让你服从裁判之后，啊，自己控制的还不错，啊，一直到最后能赢下来，但我觉得这点上，啊，还是要值得肯定，是吧？这个打十四平之后，你马上一个球还是输了，是吧？还是落后一个，到14-15落后，啊，后来又赢下来，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吧？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这样。下来我跟裁判也交流了。是吧？这个欧洲人和亚洲人这种判罚和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你碰见欧洲裁判还是亚洲裁判，是不是还是这个别的州的？说这种可上可下的时候，我们宁肯是吧？自己日常的说，是吧？这个错了，是吧？错了之后，或者说判我们输了，让我们对自己心态也是一个磨练。所以我说呢，最后是吧，还是要值得肯定。那也希望你能够自始至终，是吧？看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，啊，自己还比较谦虚，说还没到这种魔鬼赛程。是吧？所以这比赛的时候，你们还很明白，是吧？一旦进入了连续几个这种强手里边，是吧？怎么摆脱？是吧？包括樊振东，是吧？你看今天连续是马龙，是吧？这个季科，啊，这个去打。所以我说这个里边，是吧？还是看出，是吧？马龙、季科还是不错。那两个人的比赛，我看下来之后，季科跟那个打之前，我看马龙是不是也在讨教一些那小孩的特点，是吧？说明重视了，是不是？说明张继科是吧？对这个樊振东。是吧？二队上来的小孩是吧？也重视，因为没打过嘛，所以他我看他马龙也在跟他说他一些什么特点，发球什么，他这就是好事，是吧？你重视了之后，但一打起来就会比较轻松，是吧？从樊振东来说，要跟他们俩打完之后，特别跟张继科打，是吧？一看这种对抗性，这种质量，是不是？还是你所没有碰到过的这种旋转这样的力量，是吧？明显这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，是吧？不像跟这个是吧中游的水平打的时候显示差不多，是吧？跟他们俩打的时候略显得。单薄一些，跟马龙可能还好一些，因为马龙的击球质量是吧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这种强强对抗里边对你们来说是好事，是吧？碰到这一阶段这种很强的对手的时候，是吧？我们少赢就是，是吧？少输就是赢，对吧？连续这种几轮里边，别一打懵了，咣两三场没赢下来之后，是吧？再这种趁着懵劲儿又输三四场，一下就趴下了，所以一定要有战略，是吧？碰见好打的时候，我尽量多赢，是吧？碰见难打这几轮里边，说能扣下一场。是吧？就是胜利，他一定这个长时间打大循环，一定要有战略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看这个比赛这种过程啊，是吧？方博也是，所以你这个球啊，那不像是中国运动员，是吧？不像是中国队培养出来的，胡打，是吧？埋头里边就是发狠。那仔细想想，你的球是吧？里边这种练的还能打，怎么一到比赛的时候，一到关键时刻一定无畏失误？啊，一个你一个陈奇。那陈奇跟这个许昕也是，是吧？九平肯定发一个失误。那这是，所以我说你到30岁到50岁，估计也不一定能成熟。但是胆量确实大，就九平发个失误，就比他怕投个直线，对吧？那转过来怕又投一个直线，那胆量确实有。但如果说再细一点，包括这个方博也是，胆子挺大，那真敢拼。那关键你全拼失误，拼失误就等于自杀，是吧？你这连对手犯错误的机会你都不给，一点都不给，抢着犯错误。要不就搏上，要不就犯错误。这个比赛里边，到最后你很难赢球。但为什么每次看你都有希望，是吧？每次这种拼的都挺热闹，最后都是你输，对吧？这个上你不要说，这一定要是吧？里边这个要有细腻的东西，全是在搏杀，而且没有章法。打球我感觉你脑子里也只想自己，不想对手，是吧？你有时候里边我靠我比分领先，给对手的压力和压制。是不是我等一等他的失误，是吧？或者我创造一些，是吧？这个条件让对手产生一些恐慌，是不是？哎，再去进攻里边，这里好像就是没人教过你这些事，就是打球，就你自己要分析。说其实你的球里边是吧，手感还不错，是吧？短球不错，错是吧？夹转会一个白短，反手有个拧，正手短也可以，是吧？正手拉也挺纯，正手还是挺有数。那你反手本来这个防守还可以，进攻弱一点，进攻弱一点减少失误嘛。人一戳他，你先拉起来，
是吧？这块的时候先减少失误，主要创造机会，用正手得分，对吧？这边不输就是赢，少输就是赢，是吧？我不求得分，是吧？不求有功，先但求无过，是吧？打平了，我再去给你关键时刻比正手。那你什么球都想得分，发球想得分，接发球想得分，搓球想得分，防守想得分，对不对？到最后你根本不知道你拿什么得分，而且是哪儿都失分，好不容易给一个正手，紧张了还拉丢了，所以我觉得这点上这要彻底要捋顺，是吧？打的这种显得这种瓢，是吧？刚下来之后，我跟肖战是吧也说了，到关键时刻，是吧？这个感觉心里瓢，是吧？因为你太乱了。那在这个技术里边板数一多也感觉要飘，但是基本功不够啊。我看我们这些年轻的这个队员里边，这些方面确实要这种加强，所以当一个这种优秀运动员确实不容易，你知道难就难在这儿。那包括这个许昕啊，许昕今天打得也不好，那为什么不好？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比赛，对不对？这个场地里有你没你一个样，根本无法成为大家这种聚焦的一个这种热点，或者一个在这么多人里边是吧有这种明显的这种亮点，没有，是吧？球没有，人没有，那你能行吗？是吧？你和这个方博正好相反，方博所有的球都在进攻，所有球都想得分，你所有球都在保守，是吧？能凶和稳尽量稳，是吧？你倒是充分给对手犯错误的机会，但给人的空间太大，人不犯错误呢你就不行，是吧？这个球上没有压迫性，是吧？世界排名第一，你看这里边跟谁打，是吧？输赢里边根本没有优势，一场可以，是吧？基本上打到现在为止，所有的球三胜三负，是吧？这球上根本没有锋芒，而且体现不出年轻运动员的冲击力，是吧？球要有锋芒，人要有锋芒，要有血性，没有，那就是一杯白开水、温开水，是吧？也不烫也不凉，是吧？有你多一个不多，少一个也不少，你要不打估计也没人这个知道，要不查你成绩根本不知道，根本无法。就我在前场这种看的时候，你这球包括比赛里边根本没法吸引我的眼球，你输和赢我都看不着，我只能这种死盯这个比分，并不是想看，因为一定要让人家站在这个场地中间，你要成为聚焦的一个点，优秀运动员必须具备这个品质。那为什么拿这两个队员来点评，是吧？一个许昕一个方博，是吧？一定要互补。那最难的是什么？就是性格，是吧？球上大家练到最后差不多，是吧？为什么到这种大赛的时候有人行有人不行，那你就是要这种兼容，你不能说我这个性格我就喜欢搏杀，有的队员说有激情，是吧？有血性，那为什么有的队员喊有的队员不喊？那当然有内向有外向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特点他其实喊的人，他并不是说真正自己想把声音喊大，而是说他从内心迸发出来的声音。不喊的人，他也不是说不想调动，也不是不想兴奋，其实也在兴奋，是吧？但是他是一个内在的，是吧？我觉得我们运动员要了解自己，知己知彼，是属于什么样的类型的队员，是不是？像许昕这样的队员，你就想办法去加强自己的冲击力，这种血性。是吧？像方博这样的队员，你就要想办法，不能说你已经到头了，啊，已经冲到这个时候，还这种到头就自杀。你想办法控制自己，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尽量有稳的一面，你凶的一面才能体现。是吧？为什么难呢？最难的就是这个，是吧？一定要知己知彼，研究自己，研究对手，研究自己，把自己的优点有机的结合起来，研究对手，先研究他的人性，水平差不多到大赛中一定研究。是吧？碰见方博这样的队员怎么打？碰见张继科这样的队员怎么打？碰见许昕这样的队员怎么对付？那为什么我们在大赛的时候说对对手的这种研究，对不对？先研究的是到最后的时候他是人，是吧？最后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手有什么变化，但是我知道你的性格，是吧？人有时候很难去改变，最难的就是这个。那为什么我说这种继科从球上来说？是不是也很有特点，也是这种冲击力这种比较强，是吧？方博有点像，但是你看张继科比你强的是什么？比你冷静，是吧？在世锦赛的时候，鹿特丹跟王浩的决赛，是吧？10-5领先追到10平，我看包括前面你看这些录像里边下来，我们教练也聊过，是吧？这个在前面几局的时候，王浩擦网擦边挺多，一般队员都急了，造了骂骂咧咧了，到那会儿的时候他很投入很冷静，全点点头，他心里不难受吗？比谁都难受，面上看不出来，面上看不出来，很冷。那老瓦原来不也是这样吗？基本上看不太出来的，
啊，其实呢，他没情绪，有情绪拼命克制，啊，不去影响自己的这种情绪，是吧？到最后的时候，决胜局轴的时候，啊，第六局、第七局的时候，他会突然间这种爆发，这会儿的时候他会给自己一些力量，因为他觉得到最后该到这个时间了。把所有凝聚的这种力量和这种精华都在最后一瞬间这种出来，包括以前大力好的时候，你看我们老想让他嗷嗷这种叫起来，像刚才决胜局一样这么打的，他也是必须要经过前面的磨练，压压压压压到一定的时候他才能并发，很难让他第一局就出来，让你得学，是吧？你从第一局到最后一模一样处理球，让你仔细想想，是不是季科为什么他能够这个获得大满贯？他在大赛的时候，他显得他，因为大家都了解他，身体素质出众，是吧？人有血性，有激情，胆子大，对吧？但这是他的优点，同时也是他致命的缺点。但他后边的是什么？到大赛的时候，当他真投入的时候，他挺冷静的。你看上去就觉得应该这种像方波，你感觉毛躁，是吧？他在大赛的时候，他基本上忍能够比较冷静，静起来之后非常静，突然间一张狂的时候。但那会儿我不说像藏獒这种血性出来的时候，你感觉不行了，这会儿说你就来不及了，弄不住他了，你必须在前面就压制住他，一直不给他并发的机会。你看马龙为什么跟季科打老赢，并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没有让他最后起这一下的时候起势的时候，一直在前面节奏上都有压住，明白吗？这是大家需要学习的，包括许昕说你学学马林，对吧？一样是直板。马林什么？你说你能咬能缠，马林也能咬能缠，这都是你俩的强项。你的强项他也有，是不是？但他的强项你有吗？他比你尖锐，比你锋利，对吧？脑子中转的比你快，他抓别人的漏洞和问题一针见血，你只要漏一点缝，他啪啦就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自己感觉刚感觉不对，啪，你都来不及合上，你只要有问题，他就会给你抓准确的抓到。许昕不是，但许昕没有那么尖。所以这一下人家很快就能保护住自己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这道理？所以你怎么去，你光练技术你练一辈子也没戏，练人是吧？不能这种，我们有的队员说我天生就是这个运动员，你想打到最高水平是吧，你要成为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，成为全天下是吧打乒乓球是吧这个运动游戏玩的最好的，你就必须得有过人之处，就是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，冷静的时候比你是吧？这个安静的人、内向的人还冷静，还能纠缠，是吧？但大家都能纠缠的时候，到最后的时候他比你能冲刺，到最后一局的时候他能冲刺，他能冲起来，对吧？这会儿的时候，这个是吧？慢的人你就跟不上了，最后就输了嘛。这个有的人里边，我爆发力强，上来就冲，猛冲，冲完之后到最后没劲儿了，眼睁睁看人家这种超过，是吧？为什么今天我跟大家这种？在这个集合主要在对比，是吧？一个是吧，对你们俩是吧提出一些问题，自己要去下来深思，是吧？再一个，我们所有的这种队员都要这种借鉴，是吧？包括季科，是吧？马龙，是吧？今天这种整体上还是不错，我看季科也很努力，是吧？两人打这个比赛的时候，是吧？也很投入，是吧？那种感觉很静，是吧？打的这种很静，是吧？但是希望季科能够善始善终，是吧？把这个比赛，如果说你完全把这场大循环打下来，保持这两天的状态，你球马上就恢复，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能打第一第二，但是你能找到比赛的感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你能让自己的灵魂回来，回到球场，是吧？能把自己心静下来。什么时候你看你开始第一天的时候还有点躁，是吧？这可能有时候也有，一躁了之后马上让自己再静下来再恢复，是吧？你之所以比别人强，你不是强在技术，你就是强在你，是吧？两极分化能够很好的控制，对不对？前面的时候病住的时候闷住的时候，他可以一声不吭低着头在那一直在琢磨，你说他不聪明吗？很聪明，极聪明，是吧？到最后决胜或者关键时刻他呼呼哼两声，他一直在等待，是吧？等待最后这一下的时候下杀手，是吧？我们运动员要去学习，是吧？一定要学，是吧？不断的这种积累，要总结，要战胜自己。那所以我说许昕，你碰见已经碰到这么大困难了，你应该怎么对待？你明显打软了，打虚了，能看出来那球让整个是吧不在状态，精神状态、技术状态各方面都不在状态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的机会，是吧？希望你下来之后哈、好好这种总结，是吧？忘掉前边的比赛，从明天开始0-0开始，
对，我所有的球，我每个球里边都提醒自己，抓紧抓紧，盯住盯住盯住，一直盯住盯住，把整个节奏加快，别让摇头晃脑摇半天。除非你有意识的累了，或者连输的情况下，我放慢。咋？所有每一个球是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，一输了哈哈，全是这种散的。你这一哈，人邦当就开始了，直接就上场了，哪有这个时间？你个个都在后边兜，咋这一下那一下，咋打到最后？那你倒是跟他为什么完全这种相反？你就会个正手，就依赖正手。倒是有得分手段，是吧？别的技术全没了。其实乒乓球得分是靠所有的技术组合起来得分，是吧？进攻可以得分，防守可以得分，控制可以得分，对不对？经验也可以战胜，对不对？打不过的时候你想办法，是吧？像你要碰见困难的时候你怎么办？喊起来，叫起来，自己给自己加油，自己给自己打醒，是吧？哪怕是说难受的时候，说喊两声，给自己俩大嘴巴打醒，就会好，给你打出血性来，你马上就来了。其实这点上真是这样，因为要了解自己。为什么我跟你们说这个？说季科，我看了在那个利兹训练的时候有一堂课，练多球的一个细节，我跟大家练多球。那天练的无意失误很多，梆梆梆砸这个球台，那个是吧？这个生气，然后过一会儿把板一扔走了，是吧？过一会儿我去上洗手间，我看他在边上对着墙自己在那儿控制自己呢。他在自己跟自己这种较劲呢、啊，他再待一下他控制不住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哎，我冷眼一看他在那边，是吧？自己这种对着墙，是吧？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奥运会之前他训练，他肯定要求是完美的，他达不到他这种想象的这种状态的时候，说明什么？他投入用心，这会儿他至少知道我需要出来冷静冷静，我再进去训练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他整个一堂课就完了，这不容易。一上火的时候骂完了，完了是不是？他瞬间冷静下来，又回过头来再去这种作战，就这一个细节上，是吧？情绪的这种控制，所以季科今后能走到，是吧？高和低还是你的情绪控制，控制不好就成什么了？就成浮躁了，是吧？就像这个现在的方博一样了，是吧？控制的好的话，做什么事儿都能成功。好，因为今天打了三场，是吧？希望大家能够。那下来之后放松放松，确实消耗比较大啊，因为连打啊。好，解散。是吧？打了四场，是吧？整体上还是不错，是吧？一个要提醒，是吧？这个从明天开始，是吧？我们特别是这个主场地，是吧？一号球台有这个直播的场地，是吧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带两件不同颜色的衣服，是吧？要不然的话，这个相对这个从转播的效果上可能会差一些，是吧？而且要穿我们队里发的，是吧？这样对这个。赞助商啊，广告方啊，这个都是一个这个是吧，比较公平一点的啊。完了之后，今天的比赛是吧，我看了还是非常激烈，是吧？这个大循环这么多年来，好像第一天四场球里边是吧，没有全胜的吧？啊，哦，刘继康全胜，冷门。刘继康哪儿呢？哎呦，这么低调。对，刘继康是吧？不容易。是吧？刘继康全胜，是吧？这个我估计可能谁也想不到，是吧？在一般的这种比赛里头，是吧？而且在奥运会之前都是男帮女，是吧？在女队这个陪练的，是吧？能够打成这样，我觉得是吧？还是这个值得肯定，啊！但大部分队员，特别是主要我们这些主力队员，是吧？都输了球，是吧？从两个角度去说，是吧？第一，还是竞争比较激烈，是吧？大家全力以赴这种去打，是吧？这个。不管任何运动员，我看在场上啊，大家这种表现都不错，啊，比赛里边啊，很多场次都打到3-2，打到最后决胜局才出结果，是吧？那我们整个里边就一个全胜，一个全输，张超全输，是吧？所以大循环比赛跟一般的比赛不一样，是吧？为什么？这是几个这种特点，是吧？一个特点是场地的特点，是吧？大循环比赛呢？啊，我们的运动员一旦是吧，这种投入之后啊，会比较忘我，啊，忘我之后，从这种喊叫声赢的输的里边是吧，就会比较激烈，啊，有些啊赢的肯定喊的比较痛快，是不是？输的是吧，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啊，这个可能各位媒体啊、转播啊，大家包括观众是吧，也可以这种谅解，因为原来大循环都是关着门打的。就像队内的这种训练比赛一样，是吧？有时候一旦投入了之后，那这种口头语啊就会出来。啊，一个我们的运动员要尽量这种克制，是吧？我看这个在那七张球台打的时候啊，还是像大循环，但是一旦放到这张台子打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有点像公开赛了，
是吧？从场上的气氛，是吧？就能看出来，大家一到这个场地上打的时候，无形当中都开始有点紧张了，是吧？明显这种知道是直播，是吧？明显感觉能够看出，是吧？这个注重自己的形象啊，是吧？包括这种自我的克制啊，还有这种比赛的这种氛围啊，是吧？就开始显得更紧张一些，包括场地也加大了，是吧？这个，是吧？再架几台摄像机。是吧？大家就感觉不一样，所以这个有可能会打乱一些队员的节奏，是吧？有的队员喜欢在这个场地，像一些主力队员会比较喜欢这样的场地，因为他们比较适应。他一旦这样的话，更能调动他们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对我们一些小的队员，他可能在这些方面上经验就有点吃亏。啊，本来像周宇这样的，平时喊声挺大的，啊，一到这个时候，啊，注意力多少会牵制你的，是吧？这个精神上。啊，多少这个里边会影响到，是吧？你自己的这种这个气场，就不像你这个在那些小场地的时候，是吧？前一场跟马龙打那么好，啊，最后一场跟这个季科打的时候，是吧？就显得不如，是吧？像这个跟马龙打的时候那么激烈，啊，包括第一场的时候，是吧？陈启跟这个，啊，樊振东，也是，是吧？打到这个最后决胜局的时候，整个里边是吧显得更紧一些，是吧？不像在这个下边这种打的时候，是吧？大家好像。就跟训练很像，更加激烈，所以往往为什么我们挑出来这种直播，都不是说最好看的，但我们挑出来肯定是最激烈的，那到那边的时候，说就像训练一样，啊，所以这个也有利有弊，啊，作为我们来说，毕竟是大循环，我还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是吧全身心的投入，啊，全身心的忘我，啊，但是这个比赛作风是吧也要控制，也要克制。火药味太重了，太浓了，激情调动太狠了，人就容易失控，是吧？这是运动员最起码的，是吧？但是大循环还是有大循环的特点，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队员，是吧？你们要体现出自己的冲击力和杀气，和这种拼劲，是吧？以你们是吧来带动全队，甚至带动这些主力队员，更要冲击这些主力队员，是吧？在最后我们的这种选拔里边，除了水平，是吧？也看重了什么？是吧？你们发展的前途。是吧？谁对球队今后发展有利？是吧？谁对整个球队的士气有利？是吧？这也是我们年轻队员很好的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。是吧？平时可能没有这么多转播的机会，是吧？好不容易给你们放到这个，是吧？这个主台上打，是吧？你自己又蔫了，是吧？没有把自己最好的一面，是吧？无论是拼劲斗志，是不是？还是这个，是吧？技战术能力。是吧？完全的这种表现出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，在提醒我们年轻队员在这个主场地的时候，是吧？要更加忘我，更加投入，是吧？只有做到这点，是吧？你们才具备今后，是吧？打成主力，打世界冠军、奥运冠军，是吧？只有忘我的时候，是吧？你们才能够打出最高的水平。那所以我们这些年轻的队员，是吧？后边比赛里边陆续会把你们，是吧？推上，是吧？这个主台，是吧？让是吧？全国球迷更多的去熟悉你们，也知道我们后备力量是吧？到底在一个什么水平？是吧？我更希望在这个主台是吧？你们战胜这些奥运冠军、世界冠军，是吧？让大家记住你们，是吧？用你们的冲击力，是吧？和向上这种精神和斗志，是吧？来带动，是吧？这些主力队员，就像第一场是吧？樊振东跟这个陈启打的时候是吧？下来跟吴指导也说，说因为可能陈启不叫，他也叫不起来。是吧？这是两方面，一个是因为对手没叫，啊，你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，叫不起来；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，是吧？气场不一样，这边啊围着很多人，你马上感觉都在看着你呢，再拿几个摄像机照着你，你感觉多少有点不自在。但这个是吧？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磨练的机会，是吧？什么时候你把这些是吧，都这个感觉没有一样，是吧？那你们可能就会打得更好一些。这些方面我看老队员，是吧？反而更好一些，因为他们。关注度越大，关注度越高，他们越能调动。啊，比赛这方面呢，我觉得是吧，大力是吧，今天还是不错，还值得表扬，是吧？表扬最主要不是他的这个今天的成绩，还是这种精神，是吧？为什么每次是吧都要这个表扬大力，是不是？上午输完两场，是吧？我看我们教练去开会，一看在这个办公室，大力一个人在那儿静坐。一看我进来之后是吧，还在这这种总结呢，是吧？如果说你，是不是许昕、张继科，是吧？输一场球有这么难受，是吧？有这样的这种，是吧？精神，我相信你们会打得这种更好，是吧？输一场球不能说马上随便就过了，
啊，每一场球输都肯定有问题，对不对？那大力今天最后一场才赢，是吧？跟这个樊振东拼到这个第五局才赢，是吧？跟这个我看了，跟季科0-2落后，是吧？也咬到了2-2，是吧？这样的这种精神不容易，对不对？35岁的老将，是吧？我也跟大力说了，我说自己呢也别给自己压力太大，是吧？也别给自己压力太大，这个目标定得太高，是吧？这个一定要打进前四，是吧？我觉得最起码一点，你能坚持下来，是吧？就是胜利，就是一种肯定。是吧？能打进，是吧？前十，我觉得就基本发挥了水平，因为毕竟这个跟一般的比赛不一样。如果这样的心态去打，你可能还会打出好一点。如果还是那样的话，打到后边你会越打越累，毕竟是吧？有很多小孩比你年轻十几岁呢。大循环的比赛对精力、体力、意志消耗非常大，所以大力上午打完之后他就感觉很累，是不是？原来没这感觉，是吧？但是你也做一个带头代表。是吧？能把这个大循环完成好，是吧？我看你打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是吧？马林要打会成什么样？是不是？我估计马林的头型也在打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是吧？这些年轻队员是吧？大家学习什么？是吧？对技术好的运动员学习技术，是吧？对意志好的运动员学习意志，对精神好的运动员更值得大家学习，是吧？这些更是是吧？很难日常训练里边练出来。那主力这几个，我觉得今天整体还是不错，是吧？张继科打的应该来说，是吧？近期里边算好的，啊，今天就是比赛的感觉不错，自我调动也很好，是吧？但是今天上午输这场球实在不应该，是吧？还是说自己在2-0领先、大比分领先的这种情况下，是吧？小比分也领先，多少有点精力不集中，是吧？有点走神儿，是吧？但尽管我看自己也拼命在这种克制，是吧？打到这个第五局的时候，后边有点紧张的感觉，是吧？4-8落后。慢慢静下来，一个一个打。如果你2-0领先的时候，还是能够静下来，一个一个打，他怎么打他也不可能赢，是吧？就是因为稍微疏忽一下，稍微走一下神儿，是吧？我看季科也自己很努力，自己比以前这种打球里边是吧，这个回来很努力，是吧？我也跟他说了，他说我这次大循环对你来说是个非常好的锻炼的机会，真正奥运会以后半年的时间是吧，没有进行真正的这种较量，只有到大循环的比赛和联赛是不一样的。是吧？联赛有些队伍的强弱一眼就能看出来，所以他们的这种啊取胜的信心和这种欲望就会差。到这儿的时候，都是代表自己，对吧？又是熟悉的场地，是吧？更容易这种打出来。所以呢，对我们这个队员，是吧？季科，我看最后一场也是，啊，到这个主场调动的更好一些，是吧？往往你的特点就是，是吧？这个关注度越大，是吧？压力越大，越能出，是吧？状态，但是呢，不可能天天都是。世锦赛和奥运会也靠日常的这种积累，是吧？必须要收心，是吧？必须要找到你打球的这种魂，是吧？昨天我也跟你聊了，是吧？如果说打球人没有魂的话，在场上，是吧？你的球打得再漂亮都是假的，因为你都是表演出来的，不是说真心打出来的。那今天我觉得你自己是吧，还是这种非常啊积极在调动，是吧？但是我看了这个上午、下午是吧，跟大力一场，跟吴昊一场，啊，显得还是有点。急有点躁，这个两方面说，啊，一方面说明你投入了、认真了、忘我了，可能会包括有一些口头语，是不是？打球都会出来，是吧？我觉得这是说你只有平时的时候，你可能一般联赛啊、别的比赛里边还很注意，是吧？自己的这个是吧？这个形象各方面不会这种出来，这一旦忘我的话，是吧？瞬间有时候会出来。我觉得这个从运动员的精神状态来说，还是值得肯定，是吧？但是。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，是吧？大家的比赛这个作风，是吧？肯定会火药味越来越足，是吧？特别是这种总结完之后，是吧？年轻队员再一喊、再一叫、再一带动，是不是？有些输的人就更容易这种躁，是吧？这会儿说这是双刃剑，是吧？我们首先把火药味打出来，然后呢，但是在这个里边一定要克制，是吧？自己的场上作风，因为我们还有裁判，是不是？还有媒体，你这个场上作风。是吧？不好，我们裁判是吧？可以警告再判分，是吧？逼着你冷静下来。在奥运会的时候，大家也看了，丁宁也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情绪的控制对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觉得这个季科是吧？你这第一天还是不错，是吧？但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些。那大运关这么多天，一天比一天难，希望能够咬牙坚持住，是吧？你每天保持这样的斗志，是吧？你对你来说也是个胜利，是吧？成绩先放在次要。那别的这个队员，我看这个马龙啊、许昕啊，
导演许昕可能这个轮空了一场，是吧？马龙我看整体上也还是这个不错，是吧？输给周雨那场，是吧？周雨后边中打得也比较好，是吧？可能在你这种事先的这种调动上，可能困难准备上，啊，可能不是说像对延安啊，对他们几个想的，啊，是不是那么充分？对不对？但输一场没关系，是吧？早晚要输球。你想打大循环不输球的人，在队里边非常难，是吧？所以就是尽量少输，尽量少连输，对我们队员来说，是吧？都很关键。啊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，然后因为我们也算到大家有些很多运动员打完联赛，是吧？也比较疲劳，所以明天上午给大家调整，是吧？明天上午调整，明天下午就开始，是吧？明天上午的调整里边，是吧？我们这个。队员，你们自己起来，晚点起来活动活动也可以，是吧？有些队员换完海绵、换完胶皮，休息一下也可以，是吧？为下午的比赛和后边的比赛做准备，啊，明天下午是吧？季克跟马龙第一场就上了吧，是吧？也都是很多这种焦点之战，是吧？希望大家是吧，更能打出自己最高的水平，是吧？既表现出顽强的战斗作风，是吧？又能体现，是吧？我们这个场上场下的是吧？这种是吧？竞争。是吧？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第一天打完之后，一会儿下来一个放松，是吧？一个注意放松，是吧？再一个和自己的主管教练啊进行一些总结，是吧？打好后面的这个比赛，啊，再一个这个提醒大家，这种换衣服，是吧？管理可能比较热，但一出这个馆就比较凉，是吧？把衣服换了，啊，外边空气不太好，是不是？这个尽量少在外边待，是吧？我们的口罩可能两天还没买到吧。是吧？这么大的事儿，还得来落实一下，是吧？要不你们就尽量快点出去，要不捂着嘴，是吧？这个还是要啊，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。好，谢谢。几天的这个大循环的比赛啊，我们第二阶段的这种选拔是吧，已经正式结束，是吧？先把比赛最终的成绩是吧，跟大家这种通报一下，啊，第一名许昕，第二名马龙，第三名陈启。第四名张继科，第五严安，第六名刘继康，第七王立勤，第八樊振东，第九崔庆磊，第十周宇，十一徐晨浩，十二方博，十三张超，十四马特，十五吴佳进，十六吴浩，十七邱一可。啊，这个比赛是吧已经打完了啊，最后呢是吧比赛里边还是有很多这种悬念。啊，整个比赛的这种过程是吧，大家打得不错，是吧？特别是吧，我们一些啊这个老的队员，啊，这里边我觉得是吧，表现的这种最突出的整个比赛里边是吧，陈启，是吧？陈启也算是这种老队员，是吧？在队里，是吧？在这个这么多年，是吧？这也是你打得最好的一次，是吧？大循环，啊，属于老来俏，啊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在别人不看好你的时候，是吧？你这种。杀神的这种爆冷的这种本色是吧，能够体现出来，而且这种场上的这种精神面貌是吧，还有这种场上的技战术作风是吧，每一场都打到这种3-2是吧，多少场这样的球是吧，这个从这种战斗作风上来说，我觉得这个陈启还是要给予这种肯定是吧，特别是作为是吧83年这一代的这种代表里边是吧，可能在赛前的时候大家都不看好你，可能你自己也不一定能够想到是吧，自己能够打入前三名。啊，但是正是因为他一场场这种努力，是吧？特别是在最后两场，是吧？一个战胜了张继科，一个这个，啊，虽说输给了马龙，是吧？但是比赛的过程，我觉得陈启，啊，这种精神还是值得肯定。在比赛的过程当中，是吧？也给大家奉献了，是吧？最精彩的比赛。所以我个人感觉，是吧？这次，是吧？比赛里边表现最突出的，是吧？最值得大家肯定和学习的陈启。是吧？我们也对陈启的这种表现是吧，给予一些鼓励，是吧？是不是你那刚出生的小儿子带给你的一些动力，让你更有责任感了，还是带给你一些福气？那早知道早要了哈。所以这个是吧？这个可能某种方面吧，我觉得可能不管怎么说，是吧？陈启能够善始善终，能打完是吧，就不错了。还没想到这个拼到最后一场，是吧？不放弃。啊，不管碰见再强的这种对手，啊，他这种专注和投入是值得所有运动员去学习的，是吧？甭管这种领先，是吧？2-0领先，是7-2、7-3，是吧？怎么领先？这种打完输完之后，是吧？不受情绪影响，
是吧？这是陈吉这种好的，为什么他能做到这一点？是吧？大家仔细这种去想去分析，为什么让大家去学习？干净，投入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心里没有杂念，所以他会很干净打球，是吧？因为他这个很投入，所以才会取得这样的这种成绩，是吧？他心里这种没有杂念，他就是想打好一场比赛，他并没有说过多去想比赛结果，是吧？我相信赛前说陈启肯定没想到自己打进前四，是吧？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参加这个世锦赛能怎么样怎么样，就是对自己，是吧？的一个责任心，对自己有一个交代，说也想看看自己的，是吧？这个能打到什么样，是吧？随着这种比赛的这种进程，是吧？一轮轮这种过，说我觉得最终取得了，是吧？第三的这种好成绩，所以我觉得成绩，是吧？哪怕这种打第几不重要，关键是在于，是吧？我们的责任心，是吧？这是一种精神，是吧？包括大力，你看到最后的时候，是吧？最后一刻，是吧？比赛跟他有没有关系？这些方面上，你永远不用去担心他，是吧？他不管有人关注和没人关注，是吧？他都会，是吧？做好自己，不管在任何一个角落里，在赛场上、赛场外、球场里，是吧？球场外，还是说在日常生活里边？还在一些公益活动、一些社会上的这种责任感，是吧？这是非常好的，这点上确实，是不是要值得大家学习？因为我们球队有很多太多这种宝贵的这种财富，是吧？昨天这个，让这个碰见赵本山，让他还这种聊呢，是吧？也给予了，是吧？王浩很大的肯定，啊，尽管王浩没在，是吧？这个说，虽说他没有拿冠军，但是他这种精神，他这种大气，是吧？已经超越了。比赛超越了胜负的这种本身，他超越了这种冠军的这些里边，他的这个第二这种精神一样可以激励，可以鼓舞啊所有人，可以感动所有人。为什么？前提是你必须要付出，必须要这种超常这种投入和专注，是吧？想感动别人，必须先首先感动自己，你自己要做到，你才能这样，是吧？为什么人家这种专门是吧？这个给予很高这种评价，是吧？专门让我把这个话带到，我觉得是吧？作为是吧？不是说作为这种明星，而作为是吧这个老百姓，是吧？他只是说作为在普通一个球迷上来说，都在关注大家的一举一动，是吧？并不是说只是关注我们冠军是吧本身，而是关注大家在球场上、球场下点点滴滴都能够是吧？能够如果说给社会、给所有的这种人一些这种思考是吧？一些感动是吧？带来一些启示是吧？这个可能某种意义上比我们拿冠军带来的东西更多。会留在人们心目当中，是吧？王浩虽说在奥运会上是吧，这个没有获得冠军，是吧？三届亚军，是吧？但是他赢得了人心，感动了所有人。大家为他是吧，能够持之以恒，是吧？为了最后这个实现大满贯的目标，是吧？不懈的这种努力，是吧？这个折服，是吧？每一个运动员，包括我们在场的，是吧？还有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是吧？只不过说，是吧？本山大叔是代表着所有的，是吧？这些这种观看的，所以为什么人家首先要这个，是吧？把这些话这种带到，是吧？同时，我觉得像马林，是吧？这个陈启，还有这个邱一可，是吧？在奥运会期间的时候，是吧？能够做到这样不容易。大家只是看到你张继科，是吧？获得了这种奥运会冠军、大满贯，是吧？看到了你的，是吧？这个表演，是吧？看到了你的表现，看到了你的这种头衔和光环。背后多少人为你付出，是吧？像马林，是吧？这个陈启这样的奥运冠军，还有邱一可这样的世界冠军啊，真的是这样，在这个是吧？天天住在球场边上的，是吧？这个最近的，是吧？说是这个公寓，其实呢，就是中国餐馆的上面的阁楼而已。这么小的这种是吧？空间里边，当然还有我们领队，是吧？还有这个肖日岛、吴日岛没有进村的人，是吧？这几个人里边，天天。是吧？人家怎么过的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伦敦，是吧？十几天，将近二十天的这种时间，是吧？他们根本见不着我们，甚至连场地都进不了，是吧？人家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吗？马林没有吗？他没有这样的这种成绩吗？他的成绩是吧，还在你们是吧这些年轻队员之上，是吧？他能做到什么程度？是吧？每天坐着地铁买菜，是吧？他不是一天买菜，是不是？天天他们要买菜，是不是要去这个打下手？说肯定不会做饭嘛，是吧？我们的这个吴指导、肖指导，是吧？这个去轮番这种做，是吧？给大家变换新的口味，是吧？在吃饭里边只有一个小桌子，是吧？永远是我们这些进村的打比赛的，
是吧？这些教练、运动员先吃，是吧？他们都站在边上，是吧？你要水，给你这个是吧？这个倒水，是吧？我要酒，给我拿酒。你要吃什么筷子什么的，什么东西都帮你们去做，而且最后碗谁刷，都是人家刷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球队最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吧，用这样的这种表现，给我们年轻队员，是吧？特别是年轻的主力队员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一些榜样。对吧？这是我们这种真正球队能够取胜的根本，是吧？这个冠军是吧？不管你们这几个除了三个这种参赛的之外，是吧？自己要肯定，那剩下里边不是你们，不是你张继科，这冠军就不拿了；不是你马龙，这个奥运冠军就不拿了，是吧？我相信我们能拿冠军的人有若干个，不能说所有的，所有的里边我不承认，是吧？若干个是可以做到的，是吧？派到了你是对你的肯定。是不是你拿到的是你应该做的，这些东西没有人要求他们应该做。那凭什么这些老将是吧？你们吃饭他站着是吧？等我们吃完之后，他们再去吃这些剩的是吧？再去上桌，我们吃完掉屁股是吧？因为比赛任务是吧？大家非常理解。上一届的奥运冠军马林两块2008年金牌，是吧？到了这个2012年能够做这些事，除了在中国乒乓球队，别的队可能吗？至少我。到现在，啊，没有发现，只不过说我们有的时候不去说，是吧？不去这种过分的这个，是吧？这个去宣扬这个，但是这样的精神，我希望我们的年轻队员能够看到，是吧？能够感受到，能够知道，是吧？你所取得的这些荣誉，是吧？张继科你所取得的这些荣誉，是吧？这些光环都是在大家的这种帮助底下完成的，没有你张继科，是吧？还有别人，是吧？继续去完成。所以既然这个光荣的使命赋予你了，是吧？除了你要拿冠军，是吧？对队伍的这种回报，对社会的回报，是吧？既然把你立起来，你必须把这个旗扛起来，从全方位，除了这个比赛场地，是吧？比赛外边，是吧？所有这种点点滴滴，是吧？跟这些老队员学习，这些宝贵财富就在我们身边，是吧？可能过了一年以后，他们就会陆续的这种退役，对不对？不在我们身边，但他的这种精神、这种做法，我们能不能一代做得比一代好？是吧？在比赛的这种过程里边，是吧？我们能够看到，是吧？生活上这个，所以我在说，是吧？张继科，你的责任心必须要提高，责任心不提高，你就是昙花一现，是吧？昙花一现，是吧？被这种是吧捧杀，因为你张继科的这种性格，大家熟悉你的人都知道，不怕压力，是不是？不怕压力是吧？压得越狠，这种反弹性越大，是吧？有激情，有血性，关键是个心理能扛得住，是吧？这些好的都不说了，大家都明白，是吧？但是你的弊病，你得永远在时刻的提醒自己，在敲打自己，是吧？前几天不错，刚给予肯定，后边比赛呢，连续输，包括上午，说跟张涛2-0，一看都没得打了，你也能输。到最后一场，是吧？关系到这个延安，是吧？这些小将，是吧？能不能直接这种入选的时候，是吧？你0-3输给了。很气，是吧？不是说你这种不拼，而是说，如果说你自己设想一下，这场球放在奥运会或者放世锦赛，或者放在你自己能不能直通上去的时候，是不是还0-3输？我觉得不一定了，是吧？更是要有这样的这种责任心。我觉得马龙这点做的也不错，马龙也是一样，跟你面临一样的位置，是吧？也是0-2落后。是吧？可能2-7、3-7，是吧？也确实今天陈启发挥的这种好，因为我没完全看你的比赛，但是你这你昨天下午和今天的这种比赛里边，是吧？你别说这个任何的这种理由，什么这个精力不集中什么的里边，年龄大的比你有，是不是？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冠军拿的比你多的，是吧？也有，这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，关键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心。是吧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，是吧？要为国家负责任，为球队负责任，是吧？同时也是为自己负责任。更说，是吧？你们背后是吧？有这个是吧？千千万万的这种粉丝、球迷，大家在学习你，学习什么？不是学习你玩飘，不是你在这种装酷，不是在这种耍大牌，是吧？小腰这种挺着装，谁会喜欢？没有人喜欢，大家就喜欢真的东西，真实的、真诚的东西。但哪怕你输了，大家这种精神都会给你鼓掌，是吧？装出来的东西你赢了也是假的，摆出的这种酷，摆出的这种帅，是吧？也是这种浮的，表面上的，
是吧？除了能骗一些这种低级的之外，是吧？带不来任何这种好的，是吧？我更希望是吧？大家看到是吧？这个奥运战场上的这种张继科，是吧？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是吧？这种积极行动投入，是吧？并发出内心的里边，你只有回到了球场，只有你有这样的精神，你才能吸引，是吧？这么多的人，是吧？如果说你们失去了这种根本，是吧？是在这些表做一些表面的这种工作，是吧？就是昙花一现。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是吧？与其这种昙花一现，到队伍现在这种竞争，如果现在你的优势你不巩固，是吧？四年以后你可能就无缘奥运了，你可能也是最悲惨的一个。现在人家给你捧得高，是吧？一年或者十五个月里边完成大满贯，创造了这种奇迹，你可能还会创造下一个奇迹。这只参加一届奥运会，可能就出局了。那会儿说人家不会说再有太多的人，是吧？会有新的冠军出现。但会有新的这种领袖，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才知道这种去珍惜，是吧？因为竞技体育确实参不了假，大家拼不拼、掐不掐，是吧？都能够感受到，是吧？保是保不住的，是吧？只能不断的这种进取，是吧？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这种说，是吧？比赛完之后，我们更多的，是吧？是要向这些老队员学习，向我们这些优秀的这种队员，是吧？学习。那最后这种点评里边，我不是说完全是从这种技术的角度，更是从一种什么人的这种境界，对不对？这个境界这种提高了，是吧？你的思维才能提高，是吧？你才能到更宽广的这种境地，是吧？因为你的起点高了。如果说你张继科像现在这种起点，真是大满贯来要求你。如果说你还放在是吧几年前自己随着自己性子的张继科，是吧？那你就要不负责任了。是吧？到这个位置上，你必须负起这样的责任，是吧？你必须传承王励勤、马林，是吧？王浩这些老队员，还有陈启这种老队员这种身上的这种优点，你都得扛起来，是吧？你不扛起来的话，人家后边的人，是吧？都会给带偏，是吧？扛不扛得起来，不完全靠成绩，在中国乒乓队，更多的是靠一种精神，是吧？冠军，我们队是最不缺的就是冠军。是吧？我们队最看重的就是这种精神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这种老队员留在队伍里边，他们不愿意离去，是吧？因为他们跟队伍有感情，是吧？因为球队跟他们也有感情，我们也不舍得他们离开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大家的，是吧？这个最珍贵的这种财富，最宝贵的这种财富，是吧？我希望我们的队员通过这个比赛，大家都去深思，是吧？在球队里边你能做什么？你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是吧？你做好自己本职的这种工作，是吧？为什么我这个提到这个马林？你想想，确实不容易。2008年奥运会双料冠军，对吧？那会儿说你们张继科干嘛呢？咋可能还在陪练呢？对不对？四年以后呢？是吧？你张继科获得了，是吧？双料冠军，人家干嘛呢？陪练，而且还得是吧？在后勤上的各方面这种做保障。这而且是马林自己主动要求的，这个真不是作秀，也真不是这种委派。我还说的是，我们当时想是不是让马林是吧，陈启他们这些去啊？因为想了说他这个做这些事儿，下边这些队员更好指挥一些，是吧？你们自己这种强烈要求的，而且做的确实很好，是吧？受的这些委屈，你能想象到吗？那张继科，你设身处地想是吧？四年以后你能做成这样吗？如果不参加，是吧？你们谁能够做到像王浩一样，说两届第二度、第三届的时候，说队伍需要、国家需要，说自己还为了自己心中的这种梦想去拼搏，说不怕再一次失败，不怕再一次受伤害，是吧？这种是大勇气，反正我做不到，对不对？他们做到了，是吧？连续三次第二，马林呢？世锦赛三次第二，从1999年开始进入决赛。是吧？哪一次都有机会，是吧？三次第二之后，到现在为止还在拼命的想参加最后一届，这可能不是最有力的一届，但是这种精神，他不放弃自己的梦想，对不对？要让你张继科受到这样的挫折、这样的打击，他任何一个人里边，你能不能坚持住？能不能坚持到今天？是吧？一直顺不一定是好事。是吧？我希望让季科啊、马龙啊，包括许昕啊，那你们要看到，一定要去总结到，是吧？这样你才能够学习到，
你才能够传承到我们的是吧？乒乓球今后的这种发展是吧？才能发扬光大是吧？不是光表面上耍个酷、玩个帅、弄个飘，是不是那些虚的东西不长？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大家很辛苦是吧？经历这么多天的这种比赛，啊，我们球队说也感谢是吧？五家体育是吧？这个能够给我们现场这种直播，在很短促的这个时间里边是吧？创造这么好的平台是吧？这几天天天跟随报道我们这些记者是吧？和给我们做裁判的啊这些这个工作人员，是不是不容易？人家什么非得来吗？不是，是吧？人家来干嘛？看你们精彩的这种表现表演。不是看你们耍了大牌来装来了，是吧？在球队里边没有奥运冠军，是吧？没有大满贯，没有大和小，只有是吧？运动员都是运动员，是吧？要不然谁都一样，这个球队离开谁照样拿冠军，是吧？当你取得好成绩的时候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；当你碰到挫折和失败的时候，是吧？要用自己内心的力量能够支撑起来。好吧，因为这个打完比赛了，今天下午我们也做这个调整，确实大家也很累，是吧？一定要注意休息，注意缓冲，是吧？明天这个也做调整，我们呢正好星期天嘛。